国民党统治大陆最后三年的1946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期间的一个个历史场景的瞬间，照片比较真实地记录那个我们很少了解，在后来的历史书籍上也很少看到的一些场景，这应该也算作对那个年代的记忆吧。看完这组照片的感觉就是，国家需要稳定，民族需要团结，经济需要强大，人民需要太平，任何党争、战乱、内乱，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民众。热爱生活，珍惜当下吧。